什么叫做业障？就是你不凭良心所做的事情，一笔一笔记下来，就叫业障。我今天讲的最清楚哈，天上是一个大的信息场，就是大电脑。我们每个人讲一句话，那边就做一个黑点白点，然后白点黑点很清楚。人起心动念，他就住了，不是说做不做，他宇宙信息场不管你做不做的，你一个恶念，他就个黑点；你动个善念，他就个白点，跑不掉了。所以为什么一个人要谨言信神，抬头三尺如有神明，其实就告诉我们，你稍微一动脑筋，一点就上去了。你没有办法，他黑白是很清楚的，因为他是机械反应，他机械反应。所以我为什么今天讲了很多次，人要替自己负责，就说你不能乱讲话，你不能乱动脑筋，那都不行，要正念，要正行，它是有道理的。